又到春暖花开的这个的温哥华春天的香港人家书，继续有广传媒的何老总和 MHKTV 的老作跟大家就是做节目的。是啊，老作就是讲讲下，就真的我都担心香港就是作嘢的人越来越多。你好早晨，你好，作嘢的人就越来越多，是吧老总？你講老作是先見之明的，老作中心嚟嘅，香港變咗老作中心。係啊，呢啲嘅作嗱嗱，中東嗰個咩杜拜王子咧？阿里杜拜係阿里杜拜，阿里杜拜唱歌可以好高音，亦都係用假聲，你做唔到啊！阿里杜拜，所以唔係杜拜出走嚟香港揾水好有心咁樣啦，芝麻開門，芝麻開門。其实呢个杜拜王子都开拓咗香港另一个新嘅境界，就话如果佢又识呢个塔加洛啦，菲律宾土话，你都识呢一个 Hindu， 又识英文，又识法文，再学埋粤语，佢可以识讲国语添。哦，喂，咁啊香港有你发挥空间啦。其实呢个唔系老作中心，系老唱中心。佢真系嚟香港可以搞呢一个嘅好缤纷。唔系咯，使乜夜缤纷咧？日唱夜唱都得啦。同埋可以嚟香港搞呢个中东好声音。是啊，今日梗系唱好香港。喂，不作他人想啊！呢个阿里王子，你真系适逢其会嚟到香港，一个唔觉意咧，香港就俾你唱生晒，唱起嚟。而家就唱起晒啦，但系就嗱咁样讲嘅，边个话王子唔可以唱歌跳舞嘅啫？就系咯，我从来都唔否定噶，多才多艺，佢话自己系 artist 嚟噶喎，你都好似系喎。我唔系，我唔敢咁样讲。系你咧就叫 artist， 系呃人个呃。我就系 artist， 佢就 artist， 你要调翻转。我又从来抹人嘅，知道你系清醒，而家知道你清醒，知道我玩你。嗱，呢坛嘢咧就系香港南华早报嘅呢个鬼节报，即系虽然阿阿里巴巴拥有，但系阿里巴巴踢爆个阿里巴巴，阿里王子，喂，真系好有中东 feel， 好有一千零一夜嗰种感觉。我老友嘅 K C Sir 咧，咁啊已經一早咧聽到呢單新聞咧，自告奮勇咧同我錄咗一集嘅鱷魚談。咁啊，作為中東嘅財經權威咧，即係佢喺中東裏邊住過曬10年咁滯。咁啊，亦都即係引入咗好多嘢中東嘅資金咧，曾經嚟過呢一個嘅香港裏邊嘅投資一啲嘅 I P O 嘅。咁啊，佢亦都好清楚啊，中東個地方裏邊咧，真係通街都王子，遍地都遊王。但係啲王子同埋啲遊王咧。真係要小心提子啊！即係提防騙子，即係通街都咧就揾飯食嘅人咧就真係好多嘅。招搖撞騙啊！即係阿里巴巴個集團都話俾你聽啦，阿里巴巴語咩？48道賊多，而家可能40000大道都得啦。係嘛？咁所以咧，一個唔覺意，你唔小心咧，貪字咧就會騙咗個貧嘅。嗱，而家香港呢件事咧，就要俾人睇到你嘅貪婪嘅本質啦。就話無論台前嘅阿里王子，或者幕後嘅呢位墨爾裔女士，或者嗰個中東咩經貿協會嘅創會會長沈雲龍，以至到另一位姓程嘅新加坡人，嗱呢啲全部都會俾人感覺到，似乎呢啲先至真正有。後台或者係有幕後目的嘅人，阿里只不過咧係擺喺好似 Seven Eleven 嗰個紙牌公仔，冇紙牌警察嚟。即係有時我哋要拍一啲電影啦。喂，今日啊，夏姨，點啊？今日咩拍啊？冇，今日拍長戲咧，拍劉德華就去咗呢一個嘅中東咧，就槍戰好多嘅匪幫。喂，幫我重慶大廈裏邊叫啲朋友過嚟啦。你咩裔啊？黎巴嫩啊，呢一個嘅澳門啊，菲律賓啊，呢一個阿聯酋咧，同我執啲乜乜就得噶啦。咁啊，求其執件咯。
呢個位置重慶大廈都幾好喎、啊。喂，阿姨啊，你今日小心啲飯飯盒喎，唔好整咁多叉燒，佢食個回鍋肚唔食豬喎、啊。阿姨記得咯，啊，你真係好老細啦。咁、哎、我整啲咖喱雞，佢記得多啲 chicken， 多啲雞，多啲 curry 又有雞，接唔接到？阿姨，哎，冇問題，冇問題，包喺我身上邊。係另一位就話：，哎，我要一咖喱牛腩啊，我唔好俾豬我食啊。嗱呢壇東西由香港嘅鬼子布、南華早報再加。點解你叫做鬼子布咧？英文啊嘛，印俾邊個睇啊？梗係印俾鬼子睇，鬼子睇有啲係嚟自中東噶嘛。係係。啊，咁而家真係好明顯要將呢個消息講俾阿聯酋知，唔使你翻譯啊，你直接睇網上睇。我而家有南華早報彈出你文章，係冇。冇限制話要你俾錢喎，而家通開公開可以睇到喎。嗱，好有趣嘅。嗱，我哋一直都喺度有傾過依一單嘅新聞啦。咁你喺你嘅頻道，喺我嘅頻道都有啦。嘴都臭嘅。係啊。咁但係咧，我諗有啲位咧就真真正正而家啲嘢就越揭越多嘅。咁而我哋都可以咧借助今集嘅香港人家書咧，都可以有一啲嘅假設性啊 ，hypothesis 啊。全部都是一些推論嚟嘅啫，或者是一些邏輯演繹啦。邏輯演繹嘅嗱，首先第一樣嘢，南華早報就是馬雲啦、阿里巴巴擁有啦，係咁啊，即係換句話講，依個已經係黨控制咗嘅依一個媒體嚟啦。你唔能夠話佢係黨媒，佢唔係正印啊。咁咪經過第重手嚇係嘛？即係都可以。總之係黨下邊一個媒體啦，不要分得正唔好使。另外香港01。香港01大家都知道個咩料啦，係啦。雖然係最近嚇，即係被一個法庭宣布佢破產，但係無論如何，佢都係香港呢個紅媒。好啦，紅媒紅色嘅媒體。其他嘅媒體，譬如 TVB 啊、Now TV 啊、Real TV 啊、香港商業電台啊，商業電台除咗依一個嘅光明頂啊、圖才子，即係都講得幾絕之接屈之外，係嘛？咁我哋都好睇到好多個媒體，其實睇依件事裏邊都係點到即止，或者個 focus 咧就去咗阿里杜拜嗰度啊，即係話佢係識唱Mark Lock 嗰啲嘅歌啊，話佢 Tiger Lock 啊嚇，話佢話嗰啲假音都唱得幾好，幾好啊，係嘛？話佢啲有啲懶懶地啊咁樣。2020年喺呢個杜拜嘅博覽會嗰度咧，就係。即係處男獻唱咁啊，一炮如紅，然後跟住2020到2023年咧，就係唱遍一個菲律賓啊，好多地方啊，喂，出個專輯，又有音樂網站，呢啲唔係重點嚟嘅，原來唔係重點啊。其實個重點係咩嘢咧？大家會諗下喺今時今日有國安法，有23条，有一啲嘅新聞。點解你睇唔到？有一啲嘅新聞媒體點解唔肯去報導？或者報導時點解會扭歪另一邊？扭歪去另一邊。咁而家哇，即係講到實牙實齒，甚至無連香港01嚇，隨住藍組踢爆咗佢，用依一個嘅人面辨識，佢 Google Google Image 去知道佢識唱依一個嘅 Tiger Lock 嘅依一個嘅歌，阿拉伯裔歌手之外。竟然啊，佢喺依一個嘅信德中心嗰個 shared office 啊，係嘛 ？shared office 啊，一個嘅王子點解去到信德中心裏邊同人哋去 share 即係嗰啲 office 係啲咩咧？嗰啲萬用辦公室啊，擺張台，即係我哋加拿大叫做 rework 嗰只啊，係啊 rework 嗰只啊，執埋粒啦，佢哋頂唔到啦，知啊，係啊，然後喺度掛個門口何良茂。一個嘅家族辦公室，係再隔離咧就係老我嘅家族辦公室，即係咁樣 share 嘅。嗱，你如果咁有錢，5亿美金使乜咁 share 啊？仲要喂，點解你住喺上環唔係中環啊？係啊，行歪少少得唔得？冇錯，因為唔係 IFC 啊。ICC 啦，我唔想同東莞銀行撈埋一齊。OK， 可唔可以去灣仔？中環廣場都好睇啲係嘛？或者力山大廈、太子大廈嗰啲即係全舊少少都好，好一啲型啦。點解要喺上環順德同寶皇簽埋一齊咧？寶皇有冇份？或者金鐘嘅依一個 Bond Centre 嗱，而家咧就好多奇怪嘢嘅，係啊，好多嘢黐黐埋埋，啦啦楞楞，點大家有咁多 share party？ 即係如果你有啲有心人咧，去 po 嗰個連帶關係度啊，呢啲啊，一個禮拜都講唔曬啊！嗱，奇怪嘅地點就係咩咧？嗱，而家就好明顯就係搭咗個棚出嚟。咁而大家都要諗下啊，即係而家再千絲萬縷嘅，似乎呢個嘅王子嚇，同埋佢嗰啲嘅穿針引線嗰啲，個麥姓麥嘅嗰個女人咧，麥小姐咧，阿沈先生啦，你嗰位新加坡籍嘅攞新加坡護照嘅程先生啦，呢啲全部都係關鍵人物嚟噶，但係佢而家喺香港傳媒咧係點到即止，提一提就算嘅咯噃。簡單啲講，佢似乎佢而家咧就係用一個嘅拋磚引玉嘅一個方法。嚟香港開個所謂家族辦公室，
抌咗$5亿就落嚟依一个香港话作出一啲嘅项目上面嘅投资。咁而依个项目上面嘅，其实$5亿你计计条数，好少钱啫。你一港纸都唔发，投资啲乜嘢啊？投资个电视城啊，拍到戏都分钟都用晒啦，系嘛？40几亿拍几套戏就冇噶啦，冇噶啦，有啲咩嘅大项目？即系其实咧。就好似俾你嘅感覺咧，就係嗱，我哋都去投帶頭啦。其實就揾好多人咧，就係夾計，就一齊咧就參與某一啲嘅 project。咁然後咧就我哋牽頭，我哋睇好某一啲嘅項目。咁啊，希望呢一樣嘢咧，再得到依一個特區政府嘅依一個嘅 endorsement 同埋加持，政策優惠之內。政策優惠啦，或者特登嘅就係因為你咁好睇好我哋香港，唱好香港故事，特區政府咧就會將依一個項目咧，我唔會俾你何老茂。亦都唔會俾歐陽老我，我就係俾你杜拜阿里去搞嘅。咁我牽頭，我搞依一樣嘢，咁特區政府支持我啦，等我去做依一樣嘢啦。咁你大家仲唔落答？似咩啊？似我哋去嗰啲啊酒樓食肆啊，嗱一個又見到阿食神滔滔，一陣見到蔡瀾，又見到死鬼倪匡，又見到阿金庸先生，個個都走嚟呢度食嘢嘅，仲唔係好嘢？咁你何老茂啊、阿迪神啊、阿 Jason 啊、阿 Andrew 啊，佢哋系咪个个都走去投资啊？系咯，老总理系咪投资啊？办公室挂住同阿李家超特首见面都想，喂掂啊掂啊，老细照住特区。冇错啦，而家再踢爆咧，就好似咧就有一个个项目咧，就是、关于李家超咧，喺依一个嘅施政报告里边有讲过嘅。哦，嗰个嘅架空嘅依一个东九龙系统，架空铁路系统，架空铁路系统，或者叫做。单轨车嘛，冇错。咁啊就好奇怪嘅，东九龙咧其实已经系交通发达得好紧要嘅，嗰个地铁嘅网络啊，K-Clark 嘅嘢。咁而林郑月娥咧就曾经亦都系否定咗，攞咗$1亿出嚟去做 research， 都系否定咗佢，唔做嘅。唔做。吓，而家喺议会里边咧就有阿邓家彪系嗰个文媒嗰条嘅企阿佬就走出嚟咧就系提议$80亿系做呢一样嘅嘢嘅。大家见唔见到啲物落喺晒度啊？系啦，嗱，你讲下啦，老总，点解啲物落喺晒度咧？啲物落喺晒度咧，原来呢一个麦小姐咧，就同呢个民建联又好，或者系工联会，总之系建制派嘅议员咧，系好紧密嘅联系，又影过相。另外咧，嗰位麦小姐咧，原来就系喺大陆咧，系嗰个中唐空铁咧，就有岗位噶噃。佢有崗位嘅喎，係一啲咩投資嗰啲咩顧問啊嗰啲，同埋佢亦都係十幾間公司嗰啲董事。嗱，頭先你講大陸嘅咩唐啊？江唐空鐵唔係江唐，中唐。中唐民企嘅，加四川成都啊。咁啊，即係民企啦。咁你搞啲咁大嘅項目，揾啲民企嚟搞，大陸嘅民企你仲信唔信得過咧？而家最近嗰個恒大都執笠爆廠啊！这个中唐空铁呢就是他是国际业务部的总裁啊小姐中唐空铁下面的子公司什么中国新能源空铁国际被报道啊报道说是失信公司的听到没有失信公司啊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见到了找一些垃圾公司搞一些香港的大型基建项目然後咧就係、是、衝到大頭鬼，正宗就係玩13张啊，三條閒頭，係嘛個頭咁靚，你下面二島同埋三島肯定係掂個碌蔗啦，係嘛？咁你仲唔落膽？嗱，咁跟住再加埋依個特區政府嘅依一個嘅加持，係嘛？咁喺成個事件裏面香港特區政府亦都會可能會有動用依一個嘅公帑，係嘛？庫房裏面嘅錢嚟投資落依一樣嘅嘢，再加埋其他誒唔同嘅，因為而家你香港個財政咁乾塘啊嘛，係啊，咁你梗係揾好多商家一齊去做依一樣嘅嘢噶嘛。政府可能又要就有啲嘅錢，可能就政府佔大股，你哋又佔幾多？哇！大家搭個棚落去一齊做嗰件事，官民合作，官民合作，官商合作，然後做好東九龍，唱好香港故事，做正一個美好藍圖，由亂變治，由治及興。但係起唔起到 ？Who the fuck cares？Work 唔 work 帮唔帮到 ？Who the hell knows？ 系咪？因为到嗰个时候，李家超都唔知喺边。冇错啦，系啦，嗱，喂，头先我讲过补充资料，四川省成都市啊，大邑县啊，第一条商业示范铁路叫做熊猫空铁，2016年就研发，2019年就动工，而家都未完工，当地人都话系烂尾工程。你2019年动工5年咯，系烂尾，系如果学而家好嘅话，而家即刻攞晒照片出嚟啦。咁啊，就另外咧，就嗰位程先生啊，
即係唔能夠唔講呢位新加坡佬啊！這個波佬咧，啊佢係參與好多網上嗰啲，即係而家嗰啲叫做 Bitcoin 式嘅貨幣，就俾美國就警告過佢，話你所描述嘅同你實際，即係同阿薯條哥係差唔多啲 friend 嚟噶啦。唔知佢啦，總之就係俾美國警告過佢呢一個呢、這個程先生嘅信譽啊，各方面咧都係一個 question mark 嚇、啊。咁啊佢。他又在香港有很多間公司的，又是天字頭的，什麼天匯、這個、TNPay、啊啊、TNChat、啊啊、還有 TXCon、啊、哇很多，他有權在香港開2萬間公司都可以的，這個都不是重點。大家看回我們香港特區政府近來的這些大型基建，由沙中線那些開始、嗯、有哪一劑東西是準時交貨的？還有那些質量亦偷工減料，跟住唔夠鋼筋，就可以鋼 standard 佢就嘅。你一開咗咯噃。嗱，件嘢就可以話俾大家聽啦。如果依樣嘢成咗事，特區政府抌公帑落去投資，民營嘅公司啊，唔同嘅投資者抌錢落去，嗯、然後跟住再用翻大陸裏邊嗰啲嘅相關項目 manager 去負責興建，起唔到嘅，鄧家彪議員可能喺個議會裏邊罵兩聲，嘈兩句。跟住全体90个议员集体举手继续支持撥款，又可以去做我哋嘅庫房，又再抌落去，嘩延迟两次佢就赚多几多，係咪头先老总讲呢间公司起嘢嘅 track record， 係咪只有 delay， 但係 delay no more 啦，係咪你永远 delay， 冇一个嘅扣钱啊罰款啊 charge 佢啊 penalty 嘅机制。咁你仲唔明白大家係發生緊啲咩事啊？大家仲唔知道而家喺度，大家喺度搭緊個棚，喺度做啲咩嘢啊？打劫緊我哋香港人嘅庫房啊！呢個圈錢遊戲嚟嘅，呢個係冇錯啦。頭先我講過程生叫程章王啊，咁啊佢有 William Tian 就係新加坡佬。嗱，成件事睇嚟咧，嗱我依個係純粹係推演，就係因為我做咗太多香港奇案啦。咁我啲偵探邏輯，偵探邏輯咧就全部出曬嚟啦。咁你見到搭過咁大個棚，係嘛？然後跟住做咁多嘅嘢，但係如果用一個犯罪嘅角度嚟睇，呢一夥嘅犯罪夥伴，懷疑犯罪，懷疑嚇，你諗下啦，點解林鄭月娥一個咁賤格嘅人咧，抌咗一億落去啊，都調咗做個調研啊，係咪？大陸都叫調研，調查研究係啊，都話咗唔 work。但是李家超为什么突然之间要翻山这个项目，他翻兜这件事没有讲到个可行性报告在哪里。现在需要这些东西吗？在香港里面。说要做就做的，想做就要做。但是这个是一个 due process 来的嘛，所有牵涉到公帑的东西没有理由没有可行性报告。那么林郑梗是看完可行性报告回到益做嘛。是啊。发觉不行。现在说要搞东九龙这个吊轨单轨吊车系统。啊，即系吊你个鬼啦！今次真系吊鬼啦，你真系啊，即系同遇袭香港一样，系香港遇袭啊！而家唔系遇到袭击啊，遇到班不明来历或者系佢哋嘅 check record 系成疑问嘅人袭击啊！你谂下，其实成件事几多少工程要做啊？吊嗰啲嘅空架咧，系啊，似我哋嘅 sky train， 其实就一 Q 样，一模系 sky train 嚟。系啊，跟住就喺个路中心里边咧，不停要起啲桥墩。是不是又要起电梯，又要附近起站，咁咪架空嚟？又要收地咧，又要收地。喂，几多嘢喺度牵涉咗？呢个项目系几大啊？东九龙点解嗰度咁急需一个好似我哋呢度叫做 Sky 村嘅项目咧？讲真，而家香港啲经济死过腊肉，公司又撤走，我哋又执笠，搞唔掂。你而家无厘头抌咁多钱落去，有一个咁嘅需要咩？唔系呢啲就系所谓搭机棚，就唔系话需要，而系呢班。有走出嚟，無論台面或者係幕後嗰啲人，佢哋嘅利益需要大過你哋香港人需要。我哋喺香港裏面，我哋已經鬧到聲嘶力竭。香港特區政府喺一個垃圾徵費嗰度，未足夠嘅一個嘅 research， 唔知點樣去 execute， 冇足夠嘅 education process， 屎淋尿瀨就擁一樣嘢出嚟，搞先行先試，先行先試，全部民住嘅住宅嘅喊曬救命。做商業的做食肆的又叫曬，即係叫苦連天，無啦啦加成本啊嘛！但是你做嗰啲嘅交代咧，只要令到呢啲嘅商家咧，以前嗰個就一個就可以做打開三個，即係話以前個交代咧可以一次過就搞掂啦。而家用你政府指定，仲要指定供應商去做嗰啲嘅交代咧，就要用三個交代，至可以裝到人哋一袋嘅垃圾。
咁你換價嗰人哋嘅成本就高咗，成本高咗一件事，但係你仲要人哋指定幫你去指定嘅供應商去買嘢。供應商係邊個人開嘅咧？嗱，你咪見到咯，成個套路咯，特登要擁一啲嘅垃圾政策，然後就俾一啲佢哋指定嘅一啲嘅供應商去收錢。呢個咪官商勾結嘅一種套路。咁咪係打劫庫房啊，李家超。係啊，攞阿陳國基攞市民個荷包。謝展環，但係佢哋而家講到連街拉都未整清楚就想推啊！咁你咪明白到佢哋個食相太難睇。看住香港裏面嗰個嘅庫房，剩低嗰幾千億都仲要去打劫。嗱，今次依一樣嘢，我講你唔好講，你譬如翻唔到香港，你都翻唔到嘅。根本就係成班有圍內喺度打劫自己嘅庫房，明張目膽喺度搶緊香港人嘅錢，成堆人一起。你諗下，作為一個特區政府，喺嗰一集嘅鱷魚潭，我諗我 share 咗俾你睇啦。係啊，以前 K C Sir 去到依一個嘅中東。有曬馬時亨去帶隊，陳哲思仲喺度嘅，知道係點樣去同啲中東人打交道嘅，摸曬個底嘅，所有官方啊、阿聯酋嗰啲嘅中央銀行行長啊，見曬佢哋嘅。今次喺成件事裏面完全係冇做過 due diligence， 就可以揾一個阿里杜拜唱歌假音好性感，你諗下係咪黐線嘅？係唔 make sense 噶嘛？你点样可以会咁样去做啊？喂，讲句，你去咗两次喎。马时亨未死噶，虽然佢老生 cancer， 系嘛？陈哲思仲健在噶，系啊，仲好靓仔噶，陈哲思，系嘛？你净系问下佢两位老人家点样去做啊？陈哲思唔系一路嘅，你识唔识呢一个嘅阿里杜拜啊？你就乜都明晒啦。你成件事系好奇怪噶。香港政府除咗问你身边嗰啲咁嘅前朝官员或者系识中东官员。你打個電話去問一下你中東嗰啲辦事處，你唔係好多經貿辦？係係係係。哎呀，你仲有新加坡，你好多人物噶嘛？咁呢啲新加坡都唔要東西，你執俾上嚟，你都諗下，喂，係咪真係咁值租？你一啲都唔做。嗱，最緊要嘅一樣嘢，依單嘢係邊個爆？就係而家《南華早報》爆出嚟，《南華早報》即係雖然你話唔係黨媒啦，我就都 classify 佢係紅媒啦。係啦。咁換句話講，紅媒。有些人都看不順眼你班友仔咁樣，就好明顯佢哋有啲個紅色媒體直通天庭，就要將依一樣嘢踢爆，俾阿老閘側邊人哋知道，你香港留下嗰扎啊嘅不學無術啊，書都唔讀多個，英文都唔識多隻嘅嗰啲嘅嚇紀律部隊出身嗰啲嘅廢官啊，佢哋點樣去揾緊一個香港賊喊捉賊，大家集體喺度打劫緊依一個嘅香港庫房，阿老閘。香港人的錢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錢，中國共產黨的錢就是你習近平的錢，即是人家打劫你啊，老閘。是啊，攞緊你的錢啊 ，stealing from your wallet 啊，老閘。啦，人哋喺度響緊個 alarm 啊，嚇！南華早報又好，香港零一又好，即係睇到香港嗱，真係廿三條啦，我一早都話係對付自己有㗎，而家就擺到明啦，嗱，呢個好明顯。嗱，我哋即係全部一個嘅假設性嘅推演。如果是犯罪的路途徑裏面、哦、都很 constructive 啦，即係你係估到喂，你班官會唔會有官商勾結？因為而家點解冇咗 ICAC 啦 ？ICAC 嗰個啊，即係嗰個見唔到海啊，嗰個跳南丫個海啊，已經個 ICAC 啊，係完全唔做嘢啊嘛。呢啲係咪要 ICAC 出動調查？冇咯，冇認個 ICAC 好似潛咗水啊，好似唔存在咁而家。冇出個聲，香港任何一個高官亦都喺呢件事上邊冇講過，冇表個態，唔係應變反駁隊完全冇咗，冇曬反應，應咩變咧？雖然你話解散咗，係咪呢件事辣到你哋喎？話你哋而家辦事不力喎？根本係喺依一個嘅回歸廿幾年，你就係嘅九官同埋你哋嘅中聯辦，全部就喺度夾計揾食，就喺度打劫緊香港嘅依一個嘅庫房。而家我最想睇啊，阿老闸啊捉咗阿张晓明啊嘛，而家我唔知佢攞80屋嘅电去电佢依一个嘅肾囊啊，定系攞依一个铰剪啊吉佢嘅依一个眼啊，定系点样啊？等佢呕翻晒佢啲腾腾瓜瓜腾腾嗰啲嘅利益嘅嘢出嚟，好想睇佢下场系点样啊！今次咧，香港佢咩即系邓家彪呢啲建制议员啦，啊，仲有唔止邓家彪嘅噃，仲有大寨议员咧，幕后都系有份嘅喎，即系同呢个阿里王子。似乎他哋俾人感覺都是一個集團啊，係啊，唔係省仔即係拆出嚟噶，
啊，點解咁時間夾得咁硬啊？舊年年底突然間提出話香港東九龍要搞一個架空系統啊，點解會提到每一公里建造費1億元，完全冇可行性報告，但係你計出咗嗰個成本，點可能咁樣做㗎？所以如果你將所有嘢騰騰呱呱撚騰睇埋一齊咧，你就會覺得好悲哀嘅。嗯，即係你完善咗個一個嘅選舉制度，原來就係就將班賊就引曬入去依一個嘅立法會裏邊。咁然後個立法會裏邊咧，佢就一啲嘅胡亂嘅一啲嘅做一啲嘅政策嚇，即係跟住全部啲舉手機器就通過嘅時候，然後我就用我哋香港人嘅庫房嘅公帑嘅錢去做一啲嘅昂居嘅依啲嘅政策，而喺佢哋咧就係上下其手，大家就納税。呢個睇到冇咗制衡嘅恐怖啦。第二咧，香港冇民選，冇真正民選，亦都製造咗而家呢啲咁嘅亂局。因為冇咗不同嘅聲音，亦都冇咗真正嘅新聞自由。而家要靠你自己啲黨媒或者紅媒自己反艇反水反咗出嚟，就因為四個字：分裝不穩。即係你哋國獨霸啊嘛，其他嗰啲集團咪覺得喂23條。俾你自己制定，然後跟住你哋自己立曬好處，其他嗰啲人隨時俾你23條。23條，你就打壓媒體，唔准有媒體去調查、去報導。報導事實都犯罪而家。打壓所有反對嘅政黨嘅聲音，打壓民間嘅一啲嘅 query、一啲嘅意見。任何人提出意見，就會可以用23條話你哋係煽惑、煽動、意圖係咪？或者係仇恨香港政府、抹黑香港官員，或者係令人。对特区或对中央政府是有恶感，咁你禁晒人哋唔准嘈，然后自己就上下其手，咁你以为你咁样可以过得天咩？你以为可以咁样瞒天过海咩？你要明白到你哋个老顶虽然佢书读唔多，吓亦都系佢好奇怪，有阴茎短、肾囊大嘅奇形怪相，呢啲都唔重要，但系佢最紧要嘅，佢秉承住中华民族嘅呢一个嘅精神，外斗就外行。内斗就内行，在我内斗里面的内卷啊，佢哋自己打自己就打得好叻仔嘅。咁你估你哋走得甩咩？傻仔系嘛？系今次好戏在后头啊！我哋咁样推演，你觉得系咪好大嘅一个成数咧？你觉得？直头系啦，你而家睇到特区冇人敢出声，喂反驳下，闹下南华早报啊，闹下香港01啦。系啊，喂23条做嘢啦，做唔做嘢？是啊，你而家你散播呢一个嘅煽惑嘅意图啊嘛！而家要唱我香港喎，啊你准备嚟唱用？系啊，用粤语唱。你南华早报，喂你该当何罪啊？你而家你笑 Q 人哋，如果呢个阿里啊，真系你吹啊，我系阿里王子，唱歌好性感，我嚟香港投资。你唔好理我 cam 唔 cam。系啊，跟住你而家咁样讲到好似流料咁样，喂其他啲咩家族办公室啊？仲敢咁嚟依一个香港去投资啊？我有心俾你哋咁样去唱我，咁、就是、我啲家族但办公室会唔会走夹唔头啊？系咪啊？梗系去新加坡啦！如果系咁样，你哋呢啲咁样嘅咩01啦、南华早报呢啲咁嘅报道啊，已经系令到家族办公室呢坛预习香港呢啲咁样嘅 project 已经系蒙乌啊！冇错啦，声誉受损，23条仲唔做嘢，即系话你哋咧啲班官。是整啲東西咧，係有頭威冇尾陣。其實咧，我已經做緊一個嘅預言噶啦。去到今年10月，咁你就一定要喺國慶前咧，就上去見下你嘅老細咧，就係述职嘅。咁我都唔知道李家超，除咗你嚇即係擁咗條23條作殘自滾之外咧，自綁之外咧，你有啲咩嘅特別嘅政績可以交到俾依一個嘅老習咧？係嘛？香港啲生意嚇冧到韭菜。係嘛？移民嘅人又繼續去走嚇，咁然後跟住咧，你所謂嗰啲嘅經濟啊，有幾多嘅遊客落嚟啊，搞幾多嘅城市啊，完全零進帳嘅庫房，咁啊執笠嘅鋪頭又多，失業嘅人越嚟越多，再加上爆啲咁嘅醜聞出嚟，集體打劫庫房嘅呢啲嘅疑點，係嘛？我真係好想睇你點樣同你老細解話，你立得依一個23條咁 Q 開心啊嘛！或者葉劉在你的人生裏面，你的政治生涯裏面見到23條可以立法嘛，但可以告訴大家，在你的人生裏面或者你的政治生涯裏面，你分分鐘會給23條搞你的口爛。我覺得他們是作茧自薄，剛才你說錯了，作茧自薄不是自菌啊，蠶啊，蠶茧啊，作茧自薄啊，咁啊，蠶同茧一樣啫，冇乜所謂啦，俾我分得這麼細啊，都係大家都係賊嚟嘅啫，
沉又好簡又好，都係卧埋一齊。今次啊，好嘅就頭啊，大家即係唔好漏咗。在12月1日之前可能分分钟有些人要出来。其实5月底之前你见到阿里杜拜会不会回来开办公室就知道了。我有99%他都不会回来。我回来第一件事问这些东西问到9亿没人理5亿。那么回来做什么呢？还有最有趣呢，刚才他想说在顺德中心他那个办公室他个人那款 的画像已经除了下来了。那已经是一种示弱的先兆了。如果你好嘢，喂，又是王子，又是 歌手歌星添，直头系佢嗰个网有700万粉丝，好劲喎。仲有佢嗰个艺能有总监噶喎，吓呢个总监又系家族办公室入边其中一个要员。但系佢系完全咧系冇任何嘅CV 啦，系亦都冇任何佢做过啲咩嘅嘢啦，冇噶，乜都冇噶。佢嗰个 website 嗰度就真嘅，系啊，佢话系美利坚大学啊嘛。唔系，仲有依一个恒生大系嘅商行个荣誉教授，荣誉教授啊嘛。但系佢又将佢嗰啲唱歌嗰啲资料全部都抌晒，呢、這个好奇怪喎。如果好嘢，喂，讲出嚟啊，呢、這个系我嘅嗜好。Hobby， 同埋我都有啲獎啊，攞咗個幾多專輯，點解佢抌曬咧？一係咧呢個係真王子，又係真歌星，不過咧佢嘅目的就唔係志在用歌星或者用王子，因為佢根本就俾人攞嚟做招牌。另一件事就係佢都覺得唔光彩，可能個身份有問題，咁呢方面咧。都是需要啲記者，可能諗住要國際團隊，國際團隊嘅記者出動噶啦。啊，咁我哋啊要，即係似乎呢盤花生價錢貴好多喎。係啊，有排摸。唔係冇得買啦，就嚟，因為太多人買啦。啊，咁啊，我哋呢個話題咧就到呢度。咁啊，下一個話題咧就講下習近平啦。咁啊，習近平繼舊年11月喺舊金山拜壽會之後咧。今次咧就電話會議，係，我好似失驚無神，係喎，失驚無神發個輪啦，咪咯，發個輪。4月2日大家就沉傾咗差唔多2小時，但係睇佢哋雙方嘅文告啊，即係或者係事後係冇任何通即係通知嘅喎，打咗電話先出聲咁滯嘅喎，直情係啊，同埋事後先至啲傳媒先至，哦，係傾咗啦，係。啊，今日點解咁急咧？係咪好似阿阿列王子咁？我有急事，阿老執就我都係有啲急事要揾阿拜阿拜德，佢話應約噶嚇。嗱，我覺得有兩樣嘢喺裏邊嘅。應電話約。有兩樣嘢喺裏邊嘅，喺中國嗰邊咧。但我哋見到咧，近排布林肯啊，或者係其實葉倫已經訪問。係啊，耶倫啦，嗰啲好多嘅有啲提出某一啲嘅制裁嘅嘢，其實係與日俱增嘅，係冇停過手嘅，越嚟越重嘅。同埋23条都已经话咗草拟制裁香港嘅官员嘅名单。冇错啦，嗱咁呢一样嘢咧，就即系可以换句话讲咧，我生意照用你做，但系咧你其实唔使知道有高科技嘅嘢，你去玩到啦，全部都系啲低端嘢，即系我你唔死饱你唔亲，或者对你嘅将来嘅未来嘅发展系毫无帮助嘅。OK， 咁喺呢一方面里边咧，就系、是、中国，哇，大佬，我而家要做呢一个嘅电能车嘅。龙头噶嘛，大佬已经做咗 number one 啦，你咁样搞，将来我点发展啊？系嘛，即系佢其实就限制咗佢将来嘅一个 further development 嘅一个嘅，即系阻住我嘅新质生产。系啦，冇错。咁另外第二样嘢咧，喺美国嘅立场会睇咧，5月俄罗斯嘅新选出嚟嘅呢一个嘅总统啊，普京系嘛，又要去访问呢一个中国噶噃。系。咁你哋两个去倾偈，系咪其实要再讲一下？你喺中國裏邊計點樣去，即係好有好無上限啊！支援俄羅斯嘅依一個嘅冇限制啊，係咪繼續會有唔同嘅軍備啊、資金啊，會支持依一個嘅俄羅斯，或者俾一啲無人機啊，俾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配件佢啊，令到佢繼續要打依一場仗。咁我諗拜登一定喺依一方面裏邊再次要警告依一個嘅中國，喂，睇路啊，兄弟 ，last ultimatum 嚟嘅嘞噃。你再是这样，我怎样有晒你足够的证据，你在背后我也讲过几集啦。是啊。是不是，即是钱就帮他洗啊。是吧，即是有无限的物资去供应啊，令到他可以无后顾之忧，你就制裁我咯，大把 friend 同我撑紧我，是吧。那即是我想在这一方面里面开始见到一个最重要的 critical point， 一定要倾掂数。
我覺得佢哋somehow喺呢一方面咧，就是、有一個要傾偈嘅一個情況，要 warning。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習近平永遠都係講嗰句啦，即係你中國同美國嘅關係一定有一條個紅溝，有一條嘅底線，就係、是、你個台灣唔可以獨立，係啦，紅線係依一樣嘅嘢。咁但係嗰啲都係幌子嚟嘅啫，即係講到口臭噶啦，即係講。但我覺得呢兩樣嘢就係最緊要，佢哋兩個要擔心嘅嘢咯。頭先你講咁多都係兩個字啫喎。都是摊牌的。摊牌的。摊牌即是讲明国，虽然是各行各路，但都讲清楚，喂，行下你都不要过界、哦。我不觉得可以经过什么东西出来，因为已经 是大家的意识形态、啊。局已经在这里。局就已经在这里。即是美国就很明显，他再知道要再给一些高科技的东西，给晶片来，你自己就捉虫入自己的啰柚里面。因为你不会遵守个协议，我有你去发展，但你不是去和平的方向去，而你去纵同这些的俄罗斯人鼻来眼去，再加上你们根本最主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要自己做一哥，自己做一大，同埋你习近平是坚实的毛泽东主义的这个的支持者，是要将这个的资产阶级去消灭，系嘛？要将呢个无产阶级就系统治呢个世界。你而家所做嘅嘢话咩和平啊、永不清霸啊，其实都系呢个幌子，嗰啲麻醉药啊、催眠术啊，去令到人哋麻痹，咁人哋睇穿你台戏咁样。咁其实习近平有都不出几样要求啫，即系喺中国经济度，佢好想美国即系某个程度上即系缓和一下，等佢哋可以透气啊。系。第咧就晶片嗰度咧，梗系抗议噶啦。跟住咧，你梗係去到香港問題、台灣問題嘅啦。唔好出聲，叫你係啦，出粒。你而家話要制裁香港官員，習近平家同你喂睇住咯喎，即係我哋中美嚇、啊、要和平友好，係我哋嘅共同願望。即係講呢咁嘅東西，但係啲虛話嚟嘅。但係習近平佢睇新華社嗰啲報導咧，全部都係主觀上就喺度噏自己嘅需要，就唔理人哋嘅。啊、即我覺得他哋所謂交流，邊有得交流？冇啊，其實真係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嘅啫嘛。陣營已經係好明顯嘅。拜登又好清晰噶，你話俾佢聽，你唔好同俄羅斯眉來眼去，佢係繼續同揸炮啊，俾錢啊，俾物資啊，俾軍備啊，咁你吹佢漲咩？係嘛？佢繼續去做。如果你講完呢個對話，習近平會停止去支援呢一個嘅普京嘅咩？係唔會噶嘛？同埋亦都唔覺得傾完之後咧，對香港嘅打壓會減輕嘅。唔會啊！對台灣嗰個控制或者係想滲透，唔會放鬆，唔會放軟嘅噃。啊，咁啊，美國已經有美軍機喺台灣島，甚至去到金門添，亦都唔會撤退嘅噃。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差唔多又係各說各話，各自表述。講一大輪之後咧，就早知我邊有感覺好似做 show 俾自己嘅人睇，亦都俾做 show 俾國際睇。嗱，我已經努力令到局勢緩和，希望。習近平就猛講，唉、啊，都有所緩和，不過仲好多消極因素不斷浮現，即係點？咩叫消極因素啫？係對你中國不利嘅。佢認為消極，咁咩叫消極咧？就應該同我商量，然後跟住我 follow me。係，咁啊，即係你著數曬，我蝕底曬，嗰啲係叫做積極，係嘛？又對你不利嘅，或者對你冇咁好嘅，嗰啲就叫消極嚇、啊。你真係任你講啊！真係喺法蘭先立到拉嘅信徒啦。My way， 跟住就 follow me， 學英語，跟住習近平一定啱噶啦 ，follow me， 真係威人，你真係攞命嘅 YNC， 呢個其實亦都可能係針對520咧，嚇、啊，即係台灣賴清德就係總統就職要行呢個咁樣嘅典禮，習近平就想講清楚你，喂，美國，你就唔好再步步進逼噶咯喎，其實。美國一路都講最緊要台灣現狀唔好改變，其實就話緊你中國唔好改變啫嘛。但你中國你而家又有心就想改變啊！無論你係民統，即係下嗰只所謂一國兩制，逼你制和統係啊，或者係武統，都係改變現狀嘛。要中華民國改造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啊嘛。咁即係美國就唔能夠接受。其實都可以改變嘅，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變咗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咪得咯？其他老蔣做唔到嘢，你估民進黨做到咩？希望佢做到，即係我有主觀願望噶嘛。老周有佢嘅主觀願望，我都可以有喎。我可以有翻一個中國㗎，我支持一個中國，中華民國。老我夢唔係中國夢。我真係要翻個中華民國啫，我唔要中華人民共和匪國。啊，即係我嘅中國夢，我支持統一一個中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係支持中華民國。係啊，唔係即係呢個都係如果可以雙向就好咯。我唔需要有台灣國。
我只要中華民國，而中華民國是要包括中國那幾個省，三十幾個省，是啊，搞定啊，冇問題的，吃碗面咯，食碗面，係咪？嗱，呢個拜集會咧，或者電話會咧，就第一就好奇咧啦，第二咧都唔知傾啲咩出嚟，第三咧啲傳媒咧就好似如夢初醒嚇，好愚人節嚟噶係嘛？四月一號愚人節以後就開始傾，咁我覺得始終都係習近平係應該你講得啱啊，無路可逃，無路可逃，打電話求饒，真係去追。跌啦！十一月到而家三月底四月都唔够四个月，真系头尾都唔够四个月，又要再同美国掹声，即系呢个中国嘅处境、经济嘅环境恶化到咧，习近平系应该系一筹莫展。第一，布林肯系 confirm 咗系要过去见佢噶啦嘛？布林肯就未 confirm， 未 confirm， 但系咧，耶伦咧就已经出发噶啦，嗯，应该系四月十号之前已经喺北京，可能都系倾嗰个晶片啊。亦都可能傾其他嗰啲關於中國嗰個外貿啊，或者係甚至知識產權嗰啲。其實咧，佢前一排咧，上個禮拜佢咪見咗一啲美國嘅工商界嘅精英嘅，係係嘛？五位啊嘛。咁好似阿蘋果個老闆都曾經喺包條大陸 app 會開會。阿添曲啊，你讲系啊，阿厨师先生，即系佢曲曲地噶嘛，佢唔值噶。唔系，佢有同阿李强见面，系、就因为喺上海开个旗舰店咧，系咁啊，即系全程就有个一个嘅上海仔就伴住佢吓咁样，咁啊嗱，但系你见得，但系佢冇去见老豆啊，系啊，讲咗多 Q 鱼啊，咁啊，应该苹果都冻过水噶啦喎。咁你其实你睇到咧，去到都唔系交流嘅。就即係聽阿老習講嘢，係嘛？人哋就想好想知道，喂，究竟我嚟，我而家仲有咁多資產喺度嗱？依啲全部都係啲比較係傳統嘅一啲嘅經濟嘅商家嚟嘅，有廠有成有生產嘅嘢多嘅。咁即係換句話講，佢有生產線啊，有資產啊，都有高通啊嗰啲老細㗎，都有㗎。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其實想同你傾偈，傾啲咩嘢咧？究竟我應唔應該撤資，或者我繼唔繼續要喺中國裏邊投資？冇錯，要溝通㗎嘛。我不是要听你讲嘢噶嘛，我要而家老侄就似乎高高在上啊，我哋就咁样噶啦，咁同埋 either you take it or you leave it， 系，同埋嗰啲高管翻到美国咧，你全部都系美国噶，咁啊先至爆音毒，就话咧佢台面讲嘅东西好漂亮，系支持咩经济，到私下经就硬角角，唔会退让。是即是中国共产党控制住即是所谓计划经济那条线不会退让。对于民企那种打压不会改变。今天高管才心慌脚软。没错啊，咁即是换句话讲呢，其实我们都会predict呢，他们即是都是会想下怎样去撤走一些最安全的。有跌就走的了。即是很 sure,rest assured,we are living it。不是，所以现在西方那个论述啊，就是现在是战前状态，不是二战之后，是三战战前状态。战前状态大家就开始收拾细软，开始怎样备战，开始怎样令到自己损失一旦开战减到最少，似乎真的是战前状态。这个打仗即是未必是明天，未必下个月，但是可能一年半载都会拜登同你再傾，或者派人去再佢講，應該都係一而再，再而三，希望你懸崖勒馬，係嘛？冇效，似乎真係阿斌叫狗啊！佢都幾堅定，佢咁樣去行啊！但係咩？我中意佢喎。點解咧？唔係咁唔死得啦嘛？唔係啊！我中意習近平咁做啊，因為咧我好中意佢總加速先。第一唔好降速，第二咧唔好縮。係縮協你又輸一世啊！嗱就咁。即是我同阿田公而家直播都讲，你唔好褪后啊！我压重住喺你身上噶，你系唯一可以终结中国共产党嘅人啊！现在台面上，所以你如果缩嘅话，我哋全部都扑街嘅。缩就正龟公啊！你啊，真系缩就系龟生嘅，龟近平。嗱，真系嗱，呢个我又中意佢对住美国啲大佬咧，啲商界大佬，居然都继续勇字当头。我話呢個習近平唔好識，我好陰勁你。係，你冇就冇，你冇對住習近平又陰勁啲嘅大佬啊！真係好。我陰勁你繼續加速啊！哦，即係你對住人哋陰勁真係好驚啊！即係你話佢短啲，但係要陰勁啊！陰勁。嗱，咁啊嚟到加拿大咧，我哋睇到加拿大咪成日講福利好嘅嚇，咁啊似乎有啲福利好
講嘅同埋現實咧有啲差距。咁啊喺大灣地區有啲西人女長者咧就話佢係糖尿病患者嚟嘅，咁啊靠2000蚊嗰啲退休金啊，咁啊藥都唔夠買喎，分鐘就係問題喺呢度。你2000蚊係正正常常冇病或者小病就可能 OK， 但一遇到糖尿病，大家知道咧要買嗰啲特種藥啊，好貴噶。系啦，啊，要防止乜防止乜？如果你要买嗰啲胰岛素咧，就仲大镬。系啦，啊，咁啊，佢又被逼要住喺嗰啲 garage 入边。嗯。啊，跟住咧住咗一年之后咧，就要去一啲政府资助嘅 travel lodge。travel lodge 大家估到啦，都系一啲临时性嗰啲嘅酒店式嗰啲，即系好平民化嘅一啲住宿地方。咁啊，叫苦连天。咁啊。是不是加拿大这个这样的长者福利或者长者的退休计划是 有问题，照顾不到有病患的长者呢？我想整体都是武汉肺炎之后就是很多东西都贵了。很多东西都贵了就是其实就是如果你那个福利金 不加呢，就很难就追得贴近这个现在这个 spending 那个的水平。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咁啊，加上咧，即係好多嘅人咧，就即係都信咁多年都係交咗税啊，應該政府會照顧佢哋啊。嗱，依一個係一個直情係一個信仰嚟嘅，好神話添啊！係啊，係啊，好多嘅外國依邊嘅加拿大人咧，其實就奉行呢一樣嘢，交咗税啦，即係覺得我晚年一定掂，一定掂啊！咁但係時移世易啦，即係你當你漲價咗咁多房地產啊、租金啊、激拉嘅嘢啊，完全都漲嘅時候，你。呢、这、一個福利唔漲，佢就好難追得上嘅喎。冇錯，咁你就會出事啦。如果你冇呢一個棺材本啊，又或者係冇一啲嘅你自己嘅仔女去平時嘅儲蓄啊，或者你仔女去支援你啊，其實就難過嘅。尤其是即係如果你即係無伴終老，自足一身嘅，咁你就真係死火啦，即係冇兒冇女，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唔得你死喎，真係大佬點過世啊？是啊，這個情況我喺20多年前喺安省生活嗰時咧，都已經思考過呢個問題。就是我哋移民好多咧，都是中年或者係更後嚟嘅。第一就唔同本地人咧，18歲出嚟或者係打工，或者係讀完書，甚至仲大出嚟20多歲打工，你就開始儲啲 RRSP 咧，嗰個數額就會大啲。因為你早開保嘛。第二咧，你可能因為早喺呢度打工啊，喺呢度自己本土人生活咧，你可能各方面嘅支出你會計得好精準啊。喺你即係張張清 paycheck 清嘅，唔係講少噶。係啦。但是我哋過我20多年喺安省都已經想到，喂，每個月要搞斷生活費已經是一個好即係 meet ends 啊，已經好難嘅嚇。但係仲要每個月儲翻，能夠儲到一年能夠儲到400-500蚊，我當時話係好難一件事。一個月儲到五嚿水都好好啦。哇！真係好難一件事。於是你計一計，你每年能夠儲錢咁有限，甚至咁少。或者單單清的話，到你晚年即係食福利嘅啫喎。或者你自己真係醒嘅，有啲家庭啊，有其他家族成員幫手咧，就會好啲。如果唔係咧，或者你自己投資咗喺你個房地產裏邊啦，就你有自己嘅屋啦。嗱，呢、這個就另一個話題啦。係啦，你賣咗你間屋，退套現咗，然後住一啲嘅 senior home， 你打住扎 cash， 咁你咪依時過世咯。呢啲就唔係，呢啲又未必係白人，呢啲本地人嘅思路係呢啲係亞裔特別唐人嘅思路。咁啊，一嚟到呢度咧，能夠買屋就買到一等自住，另一等咧就我哋收租，收租或者係用租嚟搞掂個 mortgage。係啊，呢個即係兩屋政策，但係唔係個個都買到兩間屋，能夠搞掂到自己嗰間屋啊。咁啊，呢個年代到最尾都係磚頭救翻嚟。係啊，到最後都係救磚，係啊，磚救咗磚頭。嗱，而加拿大咧，亦都我建議大家咧，就真係唔好話即係淨係諗住咧，就係搞依一個嘅租出去賺個 rent 啊，因為其實咧而家佢好多嘅一啲新嘅政策咧，係好優惠嗰啲租客的。租客嘅，佢而家啱啱好似阿杜魯多就係頒布一個新 law， 係咪公布 confirm 咗未㗎？嗰、那個其實 confirm 咗啦，即係話咧，你何老總，你過往咁多年啊，你靠你個物業啊，去擁俾你嗰啲嘅租客啊，係個 track record 要透明。即係你1000蚊有1000蚊，要公開曬㗎。1000蚊有1000蚊，你每一年唔到嘅加租咧，其實你有個 record 喺度。你唔可以而家你喺依個地方依一個單位喺2022年你租緊依一個嘅2500蚊，喺2024年嘅3月你拱翻出嚟嘅時候，你去到4800蚊係唔得。即係唔可以瘋狂加租。唔可以瘋狂加租。
咁其實咧，依一樣嘅做法咧，佢就將依一個租金個有一個嘅管制。其實調翻翻轉頭咧，係一個好錯誤嘅政策嚟嘅。即係唔交俾市場嘅。個冇錯啦，嗱，佢就係要啲屋主 landlord 標籤啊，何老總係無良業主、大地主。系依一个剥削租客嘅人，但系其实佢只要追推出个市场里边有更加嘅房屋，更加多嘅充裕嘅一个供应，人哋唔租你，你已经死啦！你喺侧边咪有个3200咁嘅人，你就跌咗落去咯，系咪？即系就咁简单啫嘛。而家啲租金点解会升得咁紧要 ？Fundamental 个原因就系因为房屋供应短缺，冇错，市场唔够货，而个个都要住，即系所谓。供需失调，冇错。佢而家就将呢一个责任咧，就将所有嘅业主咧，就偏颇为坏人，好似何老总咁样嘅，就系呢一个嘅剥削者。何老总嘅呢啲嘅 stingy 孤独孤寒财主，就系呢啲咁嘅友仔。喂，完全系共产党嗰只左派嗰只即系阶级斗争嘅问题嚟嘅。打地主系啊，分田地系啊，冇错。所以你呢个道路多，你仲唔你同我讲，你唔系共产党，你仲唔系左仔？你即係轉移視線而掩飾你自己嘅不濟。租務市場唔係市場決定，係由政府係橫手去夾硬嚟嘅啫。咁你杜老多，你不如你做大，你做大租公啦，係咪咯？大貴公。講真，你即係你依啲咁嘅做住法，啲業主有幾多惡霸，有幾多租霸唔走賴死嗰啲，你有冇去講過？租霸係多過以惡業主啊！而家唔係咯，即係我聽完呢條嘅消息之後咧。我真的很反感啊！第一、第二樣嘢，我都係杜老多要申請要死啊！唔通我唔俾你死咩？咁你係咪你自己申請唔好喊咯？嗱，從呢一單即係老人家咧，即係70多歲、72歲嘅你呢位白人女長者嘅遭遇咧，就睇到即係凡係有病嘅，或者係一啲特別嘅糖尿病呢啲長期病，都係醫療成本比較高嗰啲人咧。即係靠政府嗰份咧，係絕對唔夠。其實咧，喺而家嘅依一個嘅加拿大咧，即係將來得2000蚊。係啊，將來我唔知道即係啲人點諗啊。但係好老實講咧，係真係要諗一諗，以往嗰種模式淨係靠政府去支援咧，係唔夠。係啊，真係要自己要顧念自己。即係我唔敢講話，即係我哋喺東方啊，或者用香港，因為香港好奇特嘅一個地方嚟嘅，冇福利。係。所以我哋一定要自己搞掂，一定要自己搞掂，系啦，搞掂个棺材本，唔会对政府有期望。系啦，咁当时嘅一个特区英国嘅一个嘅港英政府咧就好简单嘅啫，小市场叫大政府，唔系小市府，小政府大市场，我乜 Q 都唔管，有好嘅公正嘅一个嘅法律制度，系严正嘅执法，公平嘅审讯 ，OK， 同埋佢个经济。盡可能搞旺，係唔會令到你哋突然間又冇嘢做啊！同埋個財政司係非常之有遠見，亦都會幫香港去唱好香港故事，揾海外嘅投資者嚟香港去投資，善用當時、哦、你要製造業，我哋在香港就做製造業中心；你要航運業嘅，我哋在香港就即係有好多嘅碼頭嘅政策去配合；你要香港要做金融嘅，因為國際持份者一齊嚟玩啊嘛。係啦，咁嗰陣時即香港至會有旺盛，冇錯，同埋百家就會興旺。佢唔使點管你，只要你喺香港唔想毒癮、唔爛賭，係嘛？係啦，爛滾都冇乜所謂，最多係醫性病嘅啫。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就唔會揾唔到食，冇錯，唔會過唔到世，冇錯。所以香港嚟咁喺香港你見到咯，喺60、70年代斬豬肉開個肉檔啊，賣啊生果啊，賣啊報紙啊 ，end up 可以係有幾個單位收租，啲仔女全部出人頭地，又有廉租屋。又有呢啲嘅唔同嘅福利政策扶你上軌，嚇佢唔會要你餓死，但係俾個機會你有條階梯，然後見到個明天，你自己去打拼就一定會發達，發咗達多啲嘅，政府又收税又有著數。嗱，呢個好簡單嘅邏輯。呢個就交俾民間去做，交俾民間去發展。係啊，你哋啲左派政府嘅手啊，盡可能從市場退出嚟。政府點可以管咁多嘢咧？點可以管你生老死狀？得清靜喎，我哋少啲公務員啊！第二，你哋自己亦都自得其樂。冇錯，你哋要揾錢就揾錢，只要唔犯法咧，個個都係國英神通。左派嘅人咧，就係乜 Q 嘢都要管，但乜 Q 嘢都管到死，同埋管壞咗。管壞咗，跟住而家依一個嘅咁嘅做法，就係將啲人都畜牧咁樣啊，即係 condition 曬佢哋啊，佢哋係冇生存能力嘅，養豬場嚟嘅。
咪即係呢個中共咪就係一個現成嘅例子咯，道路都好惡魔，咁所以大家下次選舉咧，你要養豬場，抑或係要人類嘅地方，你哋自己抉擇啦。冇錯啦。好，咁今集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記得撳個 like share 出去，下集再見，拜拜。